观众、诸位菩萨，大家好！现在咱要来讲一部《楞严经》啊，已经要开始咯。那么咱昨讲的这个经文，甲这个大意呢，已经甲诸位有一个交代。现在咱听做一句一句呢，来甲诸位解释一下，大家注意听哦。经文已经讲咯。知见立见，即无明本。知见就是六根之性，是本来具有的妙明明妙的真知真见。六根的知见性灵，本来就是呢真相不变不坏，不管是无明或者是涅槃，都不建立。如果呢建立这个空有的知见，当作呢实有的位置，就是希望的色心，就是无明，就是两数的根本。譬如在性格灵明之上，再加明加净加空，明相加明，净相加净，空相加空，当下即是无明本啊。啥物个叫无明本啊？这就是所讲的无明本。哎，你注意清楚吼。来，咱来搁解说一下。在《楞严经》这两句偈呢，思想任何一个祖师、任何一个开悟圣僧来恭敬的时，为信众开示，或者是伊自己个受用修行的时啊。定定提这两句出来去做形容啦。伊讲知见立知啊，即无明本，啥物意思？来，咱慢慢解说下。这两句话，就达到咱的思考，达到呢咱的反省，达到咱修行的照镜。啥物个知见立知，即无明本呢？哎，注意听哦，知见知。当然是妙明本性啊，离开妙明本性，随能见啊。所以知见就是六根之性啊。简单讲就是呢，也就是咱本来具足具有的妙明明妙，具有呢真知真见，这个菩提本性来去讲的。哎，你注意清楚哦，知见就是咱的妙明本性就对啦。好，我听好哦。那么六根啊，以这个知见的性灵，本来就是呢，真相不坏不变，不管伊是呢，在无明的当中，或者是在涅槃的当中呢，本来就无建立的，哦，本来就无明清的，本来就无姓名的，勉强给安一个名。如果你开悟证果了后，你自然悟明本性啊。这个本性讲涅槃是方便安立的，讲是妙觉也是方便解安立的。本来是无名无姓，无头无尾。那么过去的诸佛呢，为了方便教导众生，才安立一个涅槃的名称呢。哎，注意清楚吼。那么讲到无明嘛，讲这意思啊。哎，你在无明。无知、无了解真相的道理时啊，讲叫做无明啊。那么你有一天来开悟，明心见性，叫做涅槃。那么我也注意讲啊，无明也好，涅槃也好，拢总是呢一款假设的结果啦。
方便教导众生一个名称啦，拢总袂当建立。如果建立了啊，讲空啦、有啦，哎，即款的空有低见呢，那么该当作实在有这个物件属实为止啊。这就是所讲的呢，希望的色心，也就是无明啦。哎，注意清楚吼、哦。所以讲修行是无言的呀、啊，啊，无言胜有言呐、啊，有言颠倒脱掉的。本来修行一切呢，拢总袂当讲的。哪个会当讲呢？因就留入这俗体去啊，拢是希望的色心去啊，也就是无明的本体去啊。拢总落入这个所讲的两事的根本，啥物个两事呢？就是分段生死、甲变异生死的根本去啊。就譬如呢，在这个性格、灵明之上呢，该加明、加精、加空，哎，注意听有吼、哦，本来就光明的啊，本来是灵妙妙明的啊。啊，明你个加明，精你个加精，本来就空性啊，你个加空呢？哎，你大大问题咯。所以讲，明相加明，精相加精，空中个加空呢，当下就是无明本啊。哦，本来明啊，你个加明，本来就清净不可碎啊，你个加些精，这当中是无明之本啊。这段。这两句的意思就是讲，低见立见呐、啊，即无明本呢。我相信如本安尼讲到遐透析啊，我相信最心内有一个概念伫个啊。咱一点子啊，内心明明格格、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、清清楚楚都啊，唔免阁加清楚。哦，正常阁加正，就不正义啊。哎。空中佮加空呢，就不空矣啊！你注意清楚哦。所以呢，空上加空，正上加正呢，明上加明呢，这又佮流入这无明矣啊！叫做无明本啊，低见就低见啊，唔免佮低见佮入低啊，这拢总是生死矣啊！哦，本来这边行得清清清、明明明啊，你佮有这观念。讲伊骨盖清净，应该正常加精，佫不正义啊！道理就是讲安尼啦，安尼最感听有非常要紧哦。所以难怪真济开悟圣经，你也问讲，师父，你用涅槃解脱啊？请借问涅槃解脱的境界，讲我听看卖啊哩。伊会讲将这嘴呢，甲挂蛋壁刀呢？实在佫袂当讲啊啦，不可言传啊啦。哪会当讲个解脱的境界，涅槃会当讲呢？安尼是一个方便而已。所以果不三种无讲佫袂定呢，因出于怎讲呢？无那解脱的意境啊，迄款深深的意境境界呢，唔是用语言会当形容的。所以呢，经过佮形容了后，就已经啦，含这个真相有一个距离。又有一个寂寞地啊，有一个断交地啊，哎，你注意清楚吼、哦。所以唔单讲低见立低啊，即无明本，就是这道理啊。好，注意个听好哦。咱个讲低见无见啊，如果了知本来就具有的真知真见，更不容易啊。建立一个低见，也就是对这现前六根的低见处呢，不属于真定，而能脱染累福，累应发功，当下这个低见就是无见之见。哎，你注意，听得有清清楚楚哦。来，咱详细去讲一下，用低见无见，啥个低见无见？就是啊，如果你已经明白了咱本来具有的这个真知真见呢，伊本来就无用准呢，无因准呢，佮建立一个知见啊，当下就零知零见啊，佮安一个零有知见呢，
哦，就出问题啊！也就是呢，对这个现前六根的低见处呢，那么无随着这前庭前境随你流转，搁安立。那么以灵，哇，灵一个脱念内惑，从以念伫咱自性的真境呢，完全人家脱落开，净化掉，内心无念。无境、无定、无相，叫做呢脱念内惑啊，内应发功。什么叫内应发功呢？就是伊自性自然伊光芒就对了。如果我到大家呢脱念内惑、内应发功呢，这当下就是低见无见之处，也就是这光光明明的本性呢，无用准呢。有任何一低见甲观念，即款的状况之下，咱称呼叫做无见之见。无见就是无见啊！你搁安立一个低见呢？叫做低见立见，就是无明本意啊！你最清楚吼、哦。啊，哪样你讲起来呢？哦，修行啊，无善知识甲你教导啊，你始终都射未出三界。在这个修行内底呢，就拍金箍无就对了。这是干落呢，这个未稳定，永远就射未出去。卡机嘛，就来做一个生死的流浪汉呐。所以呢，讲到这来，如本就要讲一个开悟的圣经呢。伊嘛老人家要客串讲话咯，注意听好。开悟圣经云：内不见一切相，一切境，一切定，诸法毕竟空过，是名观自在。三个观自在啊！如果呢，你要大家观自在，你又搁无做干呢？内不见一切相，一切定，一切境为止啊，不名为观自在。以之所以观自在，就大家心境彻底呢。所有心内的定境相完全净化干呢，清清气气呢，依空相应啊，所以名之为观自在啊。所以你的心内哪个有一定一花一物一境的位置啊？有一花的位置啊？那不名为叫做观自在。什么雕物件都未自在啊？哦，有简单无啊？无简单的少，哪注意呢？你讲我多行几担遮呢？卖讲是五分钟啦，两分钟得。一切念卖浮，一切境卖浮，一切呢过去甚至未来现在，一念头拢卖生。会当做到安尼呢？名为观自在啊！你我多一个月、一年，永远观自在无？爱靠你的本事啊啦！我看要拼到流平工会哦，有人讲三个拼到流平工会呢，就是讲要足努力的，无遐尼简单做会到的啦。所以讲要拼到流平工会啊，这是个形容词啦。你看台语讲偌亲切就好，你就拼到安尼乌头面顶就对啦。吼、哦，所以三个观自在，两分钟你也做到会当观自在就无简单啊，何况两点钟、两日。两个月几十年呢？那么诸佛菩萨呢？伊的观自在是现在的、未来的、永远的呢？叫伊一念不生呢？伊绝对做会到。凡夫若叫伊卖生呢？脚添个廿几台啊！伊做未到啊！好念头呢？叫伊止，伊止未掉；叫伊停，停未起来。无止境的动念头，动觉，人讲。哦，我失眠了，睡不去。这款的人就心内念头无尽，伫遐个加滚，像咧滚水，滚水无法滚袂停。所以暗时咧困的时啊，有关伊心伫活动啊，所以叫做失眠，睡不去啊。卡机嘛，伫遐食安脑丸呐，伫遐失眠药啊啦，安眠药啊啦，这就是凡夫啊，不能观自在啊，伊不能净化伊内心的一切相、一切定、一切境。过去无量的影像呢，伊影定净化袂掉，伊如下
影像无得净化，因此无得大家关注在境界。那么佛祖啊，菩萨伊有法度啊，伊之所以有法度，家己心内一切境、一切相、一切尘，遐尔啊轻轻松松都净化掉，也就是伊呢，人生生世世都先累积修起来啊。所以有咧因，就有咧果啊。所以讲观自在菩萨，咁遐尔简单。那如果呢，动不动就念头，动不动心内就想，动不动就影像伫心内旋转，塞都塞袂去，净化个净化袂掉，所以不能堪称叫观自在啊。哦，所以呢，注意，来咱修行时间呢。了解诸法毕竟空性的时阵，你渐渐渐渐呢，对一切境、一切尘、一切相呢，你未个执着，未个执着，心内就无相，无相渐渐进入观自在境界。所以观诸法本空，就是这道理啊。所以我都观诸法本空啊，什么叫离一切相啊，皆是虚论啊。所以要离一切相、一切尘、一切境，啊，建立诸法本空的立场，来做回修行一大原则。现在我到谈上呢，观自在的境界啊，你最有清楚吼。好，佮听有哦。后壁这个祖师，伊所讲的道理呢，单刀直入，一语道破啦。你看伊安怎讲，听有哦。听好，开悟祖师云：“回光返照自观自，历历分别原来是。设置自家大宝藏，将书受用无穷尽。”注意啊，有看到吼？那么这四句偈，就讲出了一人明心见性。找出本来主人翁的重要性的吉祥呢？伊教你安怎修啊？回光返照自观自，我有讲过了。凡夫众生的咱，忽然当时呢，伊回光返照过，伊拢唔捌。伊的心始终是心外求法，向外追求，因此将来唔捌回光返照过呢？唔捌自己关照家己的心过呢，所以也因为是安个原因，伊始终无见性、无明心呐，伊就无明心伫个啊。那你也当回光返照自观自啊，自己关照家己的心，哦，见你的本性，找出你本来主人翁啊。哎，当然找了时啊，家己恭喜，历历分别啊，原来是。你亲自见到你本来的皇宫啊，禅宗叫做皇宫啊，这个皇宫的本来面目，也就是咱清净的本性的意思。所以讲啊，历历分别，哦，原来是，啥物叫历历分别呢？讲你的念头、圆的、扁的、三角六的，你的本性先做安怎呢？你清清楚楚地的，唔免人甲你讲。如人饮水，永远自知之个啊！哦，历历分别呢，原来是你家己看啊清清楚楚。所以讲，明心见性是自己见，别人我都代替你见。哦，就是讲食饭腹肚要饱呢，你也家己食，别人我都代替你食。哦，要开悟正果，别人无法度为你开。你要自己开悟本性，就像你肚子枵，枵自己要吃、哦、你要了生死，那么要自己了，别人没得替你了，这样最清楚、哦、所以说有一天你如果真的明心见性、听如本来说每天苦口不心有耐性去演讲，你自己听自己听自己听听到尾都有消息走出来，绝对有消息走出来，所以常常听到一挂电话来呢，讲如不那事啊，我听你讲了后，迄面甲我塞入，我塞入面呢，人世间人讲
有开窍入去呢？哦，注意啊，所以多听佛法啊，多听佛法，能得大智慧啊。智慧有啥路用？能了解人生宇宙的真相啊，伊真理知影啊。佮最后多归呢，回光返照，自关注，爱明心见性。哎、欸，你注意清楚吼、哦。所以唔再讲，讲回光返照，自关注啊，历历分别原来是。哦，看到本地风光啊，伊后边佮讲，设置自家大宝藏，长寿受用啊，无穷尽啊。伊讲，如果修到老一天，我设的自家大宝藏，啥物意思？就我有一天明心见性，看到我主人翁啊，也就是见到我菩提本性的时阵，将书受用，哦，将这个菩提自性的受用，我妙用无穷无尽啊，以体起用，哦，以各地妙性起用，一切拢总是呢无尽三业大用，凡夫嘛作用啊。不过凡夫的三业之用，拢是污染不清净的。诸佛嘛是有作用，不过伊的作用是愿力解脱无污染的妙用。所以作用有污染甲清净的妙用，两款区别。那么在这个所在所讲的呢，将书受用无穷尽，是只有伊自己已经明心见性了后，所产生出个无尽的妙用地啦。安尼注意清楚吼、哦。好，那清楚了后，因为这四句啊非常的庄严，所以呢注意呢，你若有笔记，会记得。如本法师的恭敬的那种因经因论啊，因论啊，未当参有家己意见的，安尼做一忠实佛祖伊的弟子来演讲佛法，安尼才袂误人子弟啊。所以话恭敬的事，你一定爱比较压起来呢，压比起来，以最快的速度，眼睛手快呢，将我所讲经文还是祖师法语呢，以最快的速度甲抄录落来呢。安尼抄录落了后，以后有机会家己看家己笔记。安尼呢，你有法度受大利益啊！不然的话子啊，哎，干那看干那听尔，你无甲笔录，后摆是要复习一遍呢，几乎啊如幻如化，不强在咯。所以笔记有个好处，安尼注意清楚吼、哦。好，我念一遍啊，注意听哦。开我做出言，回光返照自关注，历历分别原来是，设置自家大宝藏，长寿受用无穷尽。哎，你注意看得有清楚吼、哦。好，那清楚了后，咱继续搁个《楞严经》的经文，一段一段提出来解说下，注意听好。起先，咱要念一段经文，过一阵，搁念一遍白话解说，过一阵分段呢，一句一句解解说清楚，哦，然后照意思呢来套理，义理来显示出来呢，这是恭敬的大原则个。注意听好，经文员咧讲，书即个盘。无漏真经，这就是所谓的不生不灭、无烦无恼、即灭清净的菩提本性。安尼注意清楚吼，讲书即个盘无漏真经呐，伊就结论的话啊，就是讲以上所讲的种种呢，哎，低见无见，哎。低见无见呢，这就是书就涅槃，哎，无漏真经啊！啊，千万唔通呢，低见入见，即无量本啊！好、哦，差这边讲呀咧，是大家即款的境界，
输这个盘，就是无漏真正境界，也就是咱不生不灭的菩提涅盘就对了。哎、欸，就清楚哦。因涅盘的境界呢，完全无烦恼，同一时间寂静清净啊，也就是咱菩提本性来讲呢。哎、欸，那就清楚吼、哦。好，去听好哦。因何时中啊？经常他物，这什么意思？就是呢，为什么在这个中间更容易呢？其他的物件的存在，始终就是结巴与解脱两项，是说明了觉是六根的觉，更无他物能为结巴之源。界也是呢，六根界，更无其他物件以为解脱的根源，可以证明十方诸佛也是证悟生死涅槃，唯是六根之源，更无他物。那么，安尼注意听咧，可能也未解清楚，慎重起见，佮解说一下，注意听哦。伊讲。因何时中经常他物呢？伊讲，在这个状况之下，你哪里能容稳、容易哦？因准就讲，佮容有他其他物件类呢？未使哩啦，涅槃就涅槃，清净就清净，光明就光明啊！解脱就解脱啦，莫用解脱佮加解脱哦，涅槃佮加涅槃，冥想佮加冥，加冥呢？正常个加正呢，空中个加空呢，拢种未使啊。无用用稳呢，个用入了其他任何只物件入面啊。伊意思是安尼讲。那么始终就是啥，就是这解脱啊，个解脱这种物件，未当个参伫解脱内底啊。哦，解是解啥？解是六根的解，一听有无？无用阮其他物件呢，哎，搁伫遐做夹巴啦，无着物件，解也是六根的解啦，未当任何其他物件，搁伫六根内底讲灵解啦，哎，注意听好无？这也就是为安怎证明十方三世所有诸佛，伊嘛是同款证悟这生死涅槃，未当离开这六根的当中。哦，如果离开六根，搁能证了涅槃解脱的位置呢？该为魔衰啊！哎，注意清楚吼、哦。所以呢，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，无尽为阿难尊者呢，解说这六根就是生死之源，也是涅槃之源。所以六根也就是生死与涅槃一所依啦。哎，你注意清楚吼、哦。好，啊，若清楚呢，咱如本继续搁讲楞严经哈，大家注意听哦。经文伊安尼讲咯，你是世尊，欲将宣出义，义说其言，真性有为空，言性故如幻，无为无起灭，不是如空华。那么。短短的几句话啊，道理讲了真详细啊。那么我讲我甲别位呢哈，大家注意听哦，注意听。这个时候，佛陀伊要阁重说这种的道理呢，就用这个吉祥的体裁而说，真性的有为法都是空性的，是因缘生起的法。所以如幻如化，真性中也无为之法，因为是无生起、无灭亡，是对有生灭的有为法而立的，并无实在，犹如空中的花蕊。哎、欸，你注意听有清楚哦。所以白话讲一遍了，咱就清楚啊啦。那么清楚是清楚啊，还袂深入。有就要较深入呢，咱过来讲一遍哈。
家己也一句一句出来解释。三昧有个真性有为空啊，听有无？真性有为空，言性果如幻。真性是我人自性本体的真心，是正面所提示的性格妙明、本格明妙，也是根尘之源。有为就是指着六根、六尘、六识等的现象，是属于有生有灭的，有自作之法。我人在未动念头时的真性，是有为法、依无为法所依的根源。哎，注意清楚哦。总共一句，咱的真性就是有为法跟无为法呢，依所依基的根源呐。讲到最后，就是讲这道理的呢。好，注意听哦。咱来解释，讲真性有为空是啥物意思？听哦，真性啊，也就是咱人每一人执着。以这个自性本体的真心呐、啊，哎，注意听哦，也就是头前伊所提示的妙觉、妙明呐、啊，哎，注意清楚吼、哦，我一直甲注意提示者呢。所以咱这个本觉的妙明，就是呢，这个根尘之源，哦，六根、六尘、六识呢，拢总呢以这个真性呢，所依就对。你听有无？好，注意听有无？这个有为啊，是指着这个六根、六尘、六识的现象界啦。那么听有无？这个现象界六根、六尘、六识呢，当下如幻如化，如梦如露，有为生生灭灭的，哦，空性不息的，那是一直中呢，拢总是空幻的。以基因来讲。佮听好哦，我人也是咱人每一人，阿袂动念头，阿袂动念，也即真性呢。伊即真性，就是所讲的有为法佮无为法呢，伊所依的根源呐。你开悟证果了，嘛是以真性来开悟证果。在阿袂开悟证果时呢，你即真性。当下的污染吗？叫做无叫有漏之法呢、啊？所以有漏之法跟无漏之法共同所依呢，也不离自性，这绝对是无唔对的。所以咱买单讲，佛性是生死一涅槃所依的，这无唔对啊。所以讲在凡不减，在即在性呢不增啊，不增不减就那菩提本性。共同所依赖涅槃，和名称无同款呢，还是讲共同所依这真性就对了。安尼最有清楚吼、哦。好，注意个听好。下面咱个来讲，听好哦。诸位菩萨，我人本具自有的真如自性，具体乃是绝胎的，是离开了一切名义。言说、心法、敬言等法，是不属于有为，也不属于无为，是有为与无为所依啊。真性内底呢，有有为生灭法，皆是空性的，因为都是因为因缘所生，是故如幻如化，当体空性。幻化不息，只不过是暂时加有的现象界而已啊！哎，你注意清楚吼、哦。好，我注意啊，解释注意听好哦。伊讲，咱每一人伊所具有的真如本性呢，这个本体是绝胎，这个绝胎离开灵所的。一个心境对立呢，安尼唔是叫绝胎，哦，所以远离善恶，远离是非，远离官家，远离恶弊，
如果若是无离开种种的对待为食呢，咱真如本性不能称呼个真如本性。所以机体是绝对绝胎，哦，远离相对胎，甚至离开一切所讲的文义、言说、心法、境缘等等之法，是无属于有为之法，更加无属于这个无为之法啊！哦，既然安尼讲，安尼涅槃要依何呢？生死要依何呢？伊讲啊，是有为看无为依所依啦。虽然讲无依，其实嘛是有依啊。这是关于迷爱我的差别而已啊。哦，伊讲啊，真如本性伊内底，哦，有这有为生灭法，皆是空性的。因为都是因缘所生呢，所以如幻如化，不能坚固空性啊。只不过是幻又暂时有尔，哎，注意清楚哦。好，哎，讲注意听无啥啥，我讲个别话你听有哦。譬如讲，如本直接讲经说法啦，讲到这么来，将近要一点钟。请借问这一点钟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呢？米食当下米，我食当下我。你讲有为也对，无为也对，但是问你有我无？啊，那无我呢？讲有为也唔对，讲无为也唔对，咱来了解。我讲话言碎呢，点点滴滴包含碎烦呢，这是由咱自性所起的作用。这个作用呢，虽然是幻化无常，但是无离开这自性来讲。那么你来了解为自性所起的作用，并无生灭为止啊，安尼你误入去啊。你慢看我的心直接讲话生生灭灭。动下就认同，心也生灭为止啊！安尼你无入到，哦，又看了这个生灭内底，见了不生不灭，才是功夫啊！所以圣人看了生灭就是不生不灭，凡夫看了不生不灭，动下就是生灭，安尼叫做凡夫啊！伊未不觉啊，所以呢修行我就未觉而已啊！安尼最清楚哦。啊，那讲起来，如本就要结论呢。离开生灭，并无不生不灭；离开不生不灭，并无生灭呢。生灭就是不生不灭，不生不灭就是生灭呢。问伊到底有觉悟，有了解无？因为伊也无了解，不觉的位置呢，是名为凡夫之地啦。那么也觉。明白了后，是明转换入成几摆啊？所以拢差些未隔离，伊嘛知影，圣者知影这恭敬说法，这起心动念，这动作种种的现象界如幻如化，但是如幻如化个人是如幻如化，但是自性不变啊。你要看外口的生灭当作自性还是生灭呢？安尼叫做。比在比在啊！所以伫个生灭的内底，看到不生不灭，这才是圣人所受记的所在。好，再个听好哦，个听好哦。来，我人自性本体，会真心真性。如果在这个迷惘的因地一位，就升起了因法救法界的现象。这就是所谓的颠覆。假使讲，假使我人的真性已经出离颠覆的位置，就是发起了十法界坚定的妙用。这就是所谓的解脱。不管是解脱，或者是呢解脱的位，一因呢皆是即真而俗，故曰有为。因为即俗而真，所以叫做空性啊！注意听得有清楚，看得有明白吼。哎，要结论了，注意听好。那么你我咱大家啊，人人这个自性本体呢，
也就咱的真心真诚呢。如果处在迷惘的状况，处在这阴地内底呢，在不觉当中，咱就随咱的起心动念，动念头以不觉真理呢，做伊要做嘅代志呢，所以呢，做你家地无合乎真理啊，就做有这因果啊。既然做有因果了后，你必然咧感召伫救法界内底啊。所以救法界是完全的，凡夫众生做啥物业，感召啥物果报的事实。这个救法界无离开心啊，由你的心的执着当中的点点滴滴。在迷惘的因内底，感召所得的这迷惘的果报啊，所以唔才讲，对因缘呢，生起了救法界迷惘之界啊，这也就是所谓的颠覆啦。咱去修行啊，无透视这个观念的位置啊，就咱有经典譬如呢，像那蚕啊呢，那蚕啊透视颠界地啦，会听有无？凡夫作业，颠界地诶，颠界寸步难行。哦，前两天听一个菩萨啊，伊做事业呢，头路做真大，做甲非常大诶事业呢，搁加添互因诶太太呢，一旁诶钱呢，完全互太太甲嫁过就丢了，硬派啊派过呢。那么到底这个因太太啊，有？我靠，讲叫做克相啦，有克相无呢？迄个是问题啊！因翁婿一直怀疑这事实，因常常听哦，这个外口有这查甫人打电话去要找因太太的事实的。那么，当中呢，哇，钱赚一世的人呢，辛辛苦苦，两三亿呢，全部因太太甲拍跪就丢了，伊内心非常非常艰苦。那么，这一连串的艰苦。娶某嘛是该娶的啦，是不是啊？娶的冤亲债主啊，所以你莫怀疑啊。所以娶某也好，女性朋友伊嫁翁也好，拢总是跋筊。嫁了好翁，娶了好某，结好姻来，给你恭喜啊。如果那是嫁不好翁，娶不好某啊，你就吃力咯，你就用像那跋筊、跋输筊同款，一世的人。离离了了，痛苦万千呢、啊。所以咱台湾话讲一句话啊，娶了歹某一世的人啊，哦，做了歹缠万后冬啊。诸位有听过这句话无？今年多做缠，我做五谷丰收，你唔好烦恼哈，万后冬。所以做缠人真可怜，咱尊重农夫啊，遐高农农夫呢。那么，那感恩不尽，因咧辛辛苦苦呢，完全靠天食饭的，靠天食饭当中呢，那如果风台天有干旱，爱着呢，哦，这稻啊病啦，各种迄稻虫、稻虫病啦，哇，因就真辛苦啊呢。天气有那伤热也袂使，伤冷也袂使，会影响农作物呢。因此，靠天食饭艰苦最。哦，所以对这农夫啦、百姓的，咱来感恩的心念的才对。所以讲，做了歹缠万后冬呢，哦，今年不多万后年呢。啊，娶了歹某啊，哇，一世的人，吼、哦，你唔知哭还不笑啊呢？哭你家己，唔知是鸡声还是鸭声呢？吼、哦，所以遐个技术讲你家己，我听你家己啊，哎呦，家在如本也无娶某。啊，像安尼看卖才过日子就好，一世的人看卖才过就好，啊，佫无爱互伊离婚呐，啊，伫遐拉锯战的呢，痛苦家己家己啊，一个大男孩子过流目屎，你看爱食偌大委屈就好，辛辛苦苦赚二十几担的钱呢，全部伊歹过呢，所以这个怪甚物人呢？伊家己娶某的啊，哦，透视呢，颠家己啊。哦，需要一个你做呀，啊，做讲排排机呀，拢有咧因有咧各地，哦，所以呢，咱咧修行个同款，爱甲这夹啦，甲这蜘蛛丝啦，哦，这网啊呢，这
天邦呢，全部用智慧呢，佛法大智慧呢，快刀斩乱麻呢，一因呢，全部个切切的太太利益呢，净化掉。不仅为着呢，始终伫这凡间内底啊，作业何业不啊，吐丝连界地啊，寸步难行，痛苦万千，不得自在啊。你就清楚吼。所以唔使讲，讲这就是所谓呢，甜佮咸北。甜咸北意思变换哦。甜就是讲用一条绳啊，靠圆的就对啦，靠圆的是甜，是甜，是甜的。看咩甜正面、甜倒面、甜上下，哦，固在滴甜。啊，北就变换啦哦，北呢都爱用搭条吹，哦，吹要硬，哦，叫做北啊。我白茶，我白菜，叫做白甜，阿未用介大力量诶，甲枯掉安尼。那么咱凡夫众生伫这世间，何叶甜白？吼，听你甲地口不灵机，甜已经足严重啊，搁兼白，白就爱吹啊。所以无怪真侪社会上诶因素呢，何叶甜白咧甲地啊，唔知要哭还要笑呢？明明甲看呢？富丽东方真好贵，可是潜在危机呢，随时会爆发。唔知当时要倒雷呢？逐工遐中三点半，逐工遐借钱，非常有体面，但是拢空壳，叫做纸会老虎同款的呢。所以安尼嘛真艰苦呢。所以修道当中会见下，一定安怎？爱远离颠簸，唔茫去做业类啊。做你家己无了事啊，无了事，就是清净哦。伊个讲啊，假使我人的真性已经脱离颠簸的位置啊，那么所发起的十法界经典，拢都是妙用啦。诸佛的十法界拢妙用，凡夫的十法界拢总是不妙之用啊。啥个不妙？讲啊，大事不妙啊！伊所做大事，点点滴滴拢落入因果，带来无量无边的后遗症啊，叫做不妙啊！哦，十法界经典的妙用，咱称呼叫做解脱。注意清楚哦，不管是解脱也好，或者是解脱也好，那么一因呢，该是即真而续啊，这叫做有为法。因为是即俗而真呢，安尼称呼叫做空性，你注意清楚吼，空性也好，有为法也好，拢是依赖这真性而存呐。如果了解这诸法的空性为假，即真而俗，即俗而真呢，其实是一体两面水啦，未甲误差别，哦，染甲净的差别，哦。解脱甲无解脱的差别，你注意清楚吼。哇，时间到咯，想要讲的当中，时间无允准咯。会见下，咱明仔在楞严经呢，第十讲，也就是第十集呢，同一时间，明天再会。